身上这个很特别的这款 Yuna Top 是吗？是 Yuna 哎，不是不是 Yuna Angler OK Angler Top OK 来自 Descent 的品牌，然后记得是有 size 的，我先讲好那个颜色和 size OK。 颜色方面呢有四个颜色，这一款的版型真的很漂亮很漂亮。我现在我看一下，我都是穿着粉色OK， 等下我也会穿这个米色给你们看。然后其实我个人很喜欢这个米色，因为可能它米色呢，它是配着这个酒红色的那个旁边的边线，还有它整个花朵都是配这个酒红色的花，很漂亮，我很喜欢这个颜色。然后呢，我现在身上的这个颜色就是砖红色，砖红色哦。还有，等下球要穿这个很上很漂亮的这个黄色 ，OK？ 拉链是在后面的，然后一整件都是有来宁，一整件都是有来宁，它整件面料真的很服帖，很漂亮。新年真的来了，各位观众，我现在是穿着这个颜色。如果你们是想要穿就是最粉嫩、最浅色的话，你们选现在。我都穿的这个粉色大爱哦，漂亮，真的漂亮。其实就是除了米色哦，米色它的花花是配这个酒红的嘛 ，OK。然后其他颜色，其他三个颜色呢，它的花花都是配白色。你们看 Tiara 穿的这个黄色，恭喜恭喜啊！对呀、啊，真的恭喜发财、哦。对，然后我觉得我的这个包边这里了，还有这个中国结都是跟我的花花一样是白色，白色。对、嗯、我身上这个也是，就只有这个米色最特别咯。对，这个米色它就是配的，等一下我也穿这个颜色给你们看，好靓哦，这个米色，大家不要出。但然后这个颜色也不会透啦，放心，等一下我穿给你们看，因为它就是前面。或者是后面一整间都是有来宁，就是来给你们看一下它的那个里布，它里面是有里布的，拉链就在后面的。然后呢，如果是胸围95肯定可以穿 L size 哦 ，OK， 因为它是没有弹性啊，它其实弹性是一点点的那种微弹，是微弹的。然后好像 S size 呢，胸围84，腰这里70。然后 M size 的话是 90，L size 的话就是96的 ，OK。然后它就是这样子的袖子，还有这样子波浪形，很特别。然后我最爱的这个蝴蝶结旗袍领子，就是还有很多空间感，它就做到蛮低的这个旗袍领子，它不至于到好像站立的很高，然后我们领子很不舒服这样子是不会的哦，是不会的。这款是。才53零级，那么特别版型的才53零级，所以大家真的真的不要错过啊！